喂，你好，我是金公公。这个一个清溪的跟外的中间的马路上的三楼的房子，房子超级大，冰箱、鞋柜那么大的鞋柜，这里是卫生间，这里是一个厨房。进来的，我们去看一下，空调在这里，在厨房、卫生间先看，马桶、洗脸台、卫生间。门这样进来，密码说哦，这个鞋柜超级大，房子是这样的，这个房子很亮亮，床在这里，房子真的很大，书桌、衣柜、微波炉没有呢，可是这个水池，这电磁炉灶、滚筒洗衣机是吧？房子是很好用的，进来一下，这么大的房子。还有阳光，阳光挺好，没有阳光，可是房子很亮亮的。现在这样的，看到了外面，这房子真的很大。我是金公公。